C X9的神话爆率太高了，第一发名片，我从来不会去想一发如何能轮到我。一开始的时候没想抽这个神话，就想把 Runity 和能量剂抽出来。第二发背包，但是事情逐渐让我感觉到离谱。第三发改模紫皮 Runity， 第四发直接出人物，第五发我想要的能量剂也到了。这个时候再想要枪的话，兄弟们是不是感觉就是打保底的情况了？但是这个转盘有点邪乎。第六发出摩托车，第七发出挂饰，第八发出动作。那么目前只剩下了 C X9 神话和真 AK12。哦，对了，兄弟们，如果说你没有神话的话，点击左下角参与活动，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游戏皮肤贺礼包，库存5000件，每天更新，真的是有咱们这个使命召唤福利集结活动的。我们来看最终抽奖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是很了解这个游戏的爆率的，但是今天这个情况我是第一次遇到。这把枪呢，刚上手可能不习惯，但是用久了会越来越顺。这是我自用的一套配件，兄弟们可以截图参考一下。